So really, you ain't gonna hit me back, yeah. Now it's all just you got me on blast, damn. You're over it. I've been done. Hello, 大家好，又是我美好啊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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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辛苦了这么久，终于可以去玩了。我们这次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我们只可以在本土玩，所以我们去马来西亚，我们这次去。OK， 我们这次的 trip 啊，有 K 老，他是我们的司机。哎，这个 trip 啊很重要的，你懂这么吗？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跟 Skipper 一起出去玩了。哎呦，你看这次要谢谢我们啊，我们一直叫你带 Skipper 去。谢谢你。Skipper， 每次叫错名。还有我们的 Kelvin 这次去哦，他不是去旅行的，他不是去放松的。去做什么啊？买北面。买北面。他这个分量嘞是可以够吃一个礼拜的啦。卖家那个几块钱赚回来哦。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去逃难还是去旅行。还有 ，OK， 某，小曼妮 ，OK， 某他状况不是太好啊，因为昨天拍摄拍到很晚啊，你看头发都白了。喂，来，还有蚂蚁哥、蚂蚁嫂，我们这次呢是去帮他们，很官方这样。蚂蚁哥、蚂蚁嫂，经过重重难关，我们刚才只有七分钟跑来码头，现在终于要上船了。这边是什么码头啊？沙班达热丁。啊，艾丽姐，沙班达热丁。没有，我这一次来热当哦，应该是以前跟他，我们的两周年，我的两周年是我受伤，我下不到海。那也可以下海哦。耶！要不要脚啊？很辛苦这样来到我们的房间，我跟这三个男人同房，然后这个房间就是很普通咯，就两张双人床，两张双人床。然后来 David 介绍一下 ，OK， 一个洗手盆，洗手盆哦，好 ，OK， 洗手盆，然后厕所，我们冲凉就是用这个洗手盆，是，我们会在这边给大家看到啊， yeah. 哇，然后我们是住在 Redang Bay 啦。然后这是我们的房间的外面，然后我们一出去哦就是海边了嘞。我们现在吃饱饱啦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两点要出去浮潜的。据我上一次去那个海边啊，应该是3-4年前的事情啊，因为其实我蛮喜欢海边的，但是我很怕晒黑，这次的这个防晒措施要做得很好啊。耶，我们现在来租这个浮潜的器材啦 ，OK。收这个浮潜的器材哦，救生衣大概是15块这样子啦。所以如果你要租整set有浮潜的衣啦，就不是浮潜的衣，救生衣，还有那个护膝的，还有那个蛙镜嘞，都得是30多块的。可是如果你有近视嘞，就贵一点，贵一点。你们很影响我嘞，这样子。你看，刚才我讲话的时候又不要嘎叫，然后我现在进来。刚刚我在 check 牙齿嘛，你的 screen 可以看嘛，我是 check 一下嘞。哇，他们还有这个 unicorn 的牙齿哎，不多少钱呢？你要哪一个？我要那个 unicorn。哈，会沉吗？不会。我瘦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在租这器材哟、哦。我穿不下、哦。我们的国宝穿不下。吉祥物。啊，这个中国的吉祥物叫我们呀，平平安安呐、啊。团圆圆。OK， 现在我们在 testing 带这个蛙镜。所以我是不能用鼻子呼吸的，是因为用鼻子呼吸就会这样。用鼻子呼吸。你们可能浮潜的时候，你们眼睛蒙蒙看不清楚的话啦，你们就把口水吐在放里面。喷什么？吐。这样子吐，然后再洗一洗就可以看到。真的，人家觉得我骗他，真的，你可以留言给我，如果我说错的话。哟，我们浮潜回来咯，耶，很好玩嘞。哎，我以为这边后面是椅子，算我要这样子，哎，怎么没椅子啊？我们哎玩得很开心，然后现在有一点浮下这样子，现在在海上面飘。真的，在浮下。哎。哎，安哥，没有，我刚刚就是在浮潜的时候呢，喝到很多那个海水啊，然后咸的，真的，我又饿，我刚又喝了很多那个海水，然后所以那个胃现在有点不是很舒服，又酸酸又咸咸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哦在等4:30的high tea，住这边好处是什么？它喂到你饱饱啊，
早餐、午餐、high tea， 是，可是晚餐，可是他讲 high tea 在四点半，可是我们现在已经4:30了，还没有 high 到 tea。他就觉得哎，没人啊，直头晚餐啊。他开了，开了，来了，来，一投诉我就来了，这样投诉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谈茶吃个包。我茶。真的，然后我们选的那个位置蛮美的，后面是海哟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吃完 high tea 呢，就来这边打排球啊。虽然我不会打啦，可是也可以来玩玩看啊，因为我们刚刚在这边租了那个排球，所以就跟他们一起来玩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真的是美好的一天，因为我们错过了看海龟的时间啊。昨天男孩子先睡觉啦，我们女孩子在那边吃火锅之类，就是海底捞那个自动发热火锅，最迟睡又是我们，最早醒又是我们，然后男孩子还没有醒的啵，然后我们就错过了看海龟的时间了，所以就不用紧，我们等下等2点才下去浮潜。然后现在、哦、我们看到我们化好妆了吗？是不是我们要去拍一个 bikini 照？哦，哇哦！因为现在没有吃东西，所以还可以拍照，因为没有吐浪。哇 ！Oh my god！ 现在Thai Odyssey的那些做工的人也是穿比基尼了。哇，这个影片可以这样子，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海边，所以我们穿 sexy 一点呢是合理的。合理的，对。你比像不像那个阿拉丁公主他们穿的那种衣服？像。你再戴个头饰，真的。耳环。完美耶！我的是那个，你呢？还有眼睛、哦、我的是透明的耳环。Hello， 泰尔迪西的，你可以跟我去做工。老板，那是我做工，老板。哇，这个是上一个顾客的、啊，这样乱的，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这一张床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是 May 的床来的。我跟 OK 吗？三个人是谁？你可以啦，这我跟 OK 吗？你看啊，想看啊，你看我们多乱，你看。Skipper 跟 Debbie 的好好的 ，Editor 啊，麻烦这个看啊，不要紧、啊。没有，你讲我们东西乱，但是我们人不乱。我们东西不乱，只是妹的东西乱。你屁啦 ！OK， 这个是 K 楼。Hi，Uncle。很美啊，你们看到？真的吗？比昨天更美啊。真的没？是啊。不要去跟我们拍照没？我不能聊。你不能聊，我昨天玩到太累，你看我现在刚睡醒了。哪里不能聊？哇，这个就是啊，你们私底下没有看到 Kilo 最朴素的一面。没有啊，我在我的 vlog， 我的 story 也是。哦，是啊， OK。我平时化妆只是带一个 contact lens 吗？哇，这个是那个蚂蚁先生，还有这个。喝凉水睡觉哦。听讲他听空这样不？两个房间都听到了。是没有。他以后的女朋友跟他住的话，一定跟他分手。OK， 我这样子穿更像泰欧迪西做工人员。萨利卡，先生，马萨奇先生 ，Excuse me， 老板。哎，你们不需要 massage 吗？这样子来有没有？如果这样子来，我就不要。我还没有问你们，为什么你们昨晚这样早睡？这样早睡是因为真的是用尽全力在玩的，知道不？浪费每一从一开始浮潜的时候啊，又游来游去，又去自行式啊，又蛙式啊，我差一点还有那个什么蝴蝶式、啊。浮潜完回来呢啊，又嗨踢，嗨完踢过又去踢球了，踢了球好像不能再又玩排球，排球两个好像不够了嘛，就跑去海那边跟他在那边丢球。没有丢球，昨天还有买啥？丢了球还买啥？买了回来吃了晚餐过了就回来在那玩一下，喝一下水啊，冲一下凉浆，过一躺在那就睡着了。等他们男孩子不懂做摩，第一天哦就这样卖力的玩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应该是12点才可以去玩。真的，我不懂，我在那一半我就跟他讲我在努力啊。还有你们还没有看到 Skipper 的泳装，太美了！哇，来我给你一个 close up， 哇！有人看中我？哇，没有，很美耶，这个墨绿色的，他自己做的，叶配叶配做的，在家里自己一整一线是很美耶。我们全部真哎真的，我们今天哦真的很 colorful 许，我们可以一起拍照哎。我们全部颜色不一样，是有紫色、蓝色、黄色。是的，我们很 macaron 的颜色哎。乔乔乔，乔来乔乔先，是来乔乔乔奶先，这个一定要放下去啊，给你们鼓励了，我的 keep 开一下 ，keep 开一下，你要看开箱吗？我再帮你开箱。This is Kim Kardashian. This is Kendall Jenner. Kendall Jenner.我们终于拍完照片了，真的，你看四位 F4， 谢谢你也帮我们拍。
拍照呢。八百多张，好吗？八百多。你们男人终于醒了 ，F4。我们等下回去睡。啊。两点吗？Keep connection。哈哈哈哈哈！要去第二天的潜水，我们早上已经错过了这个看海龟，然后以为明天早上还可以看的，然后他讲说两天一次而已，所以我明天如果没有得看的话，后天我们就要回了，所以没有关系，海龟不重要，最重要是大家玩在一起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潜水，因为不能带相机，所以就到时候跟他拿，到时候跟他们拿 footage， 到时候跟他们拿 footage， yeah。玩了一整天的潜水，我们吃了晚餐，现在呢我们呢就来喝酒。哎，昨天他们男人很 weak， 啊又要再讲了一次，很 weak 啊你们，他们睡着了没有的喝酒，只有四条腿想出来喝酒，可是我们觉得不可以这样的男人，不知道我们要什么，矜持一点，矜持一点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带他们来。是不是不能的？哎，这个能，这个能，哇，这样不爽啊！这样打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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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这个每次永远很镇定的。那没有生病，在酝酿着，还要 order。OK， 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对，我们要来这边喝酒，是因为这边有人唱歌。那各位观众，今天哦，我们不小心睡到迟了啦，然后给隔壁的男孩子哦，我明明他们昨天很迟才睡啊，差不多有两三点才睡，那你知道今天他们特地早起来笑我，说他们特地早起来讲我们是窗口，他在敲我们的窗口啊 ，Hello，Wake， 然后我就心想，我们没有 wake 啊，我们刚刚好啊，你们特地很早起来这样子帮忙，然后我们现在嘞，我们来 run 的第三天，所以嘞，我们现在又再去拍照。哇，很养眼啊，来咯，曼露你不要养眼。哇，哎呀 ，Kendall Jenner，Sorry， is Kim Kardashian，Kylie Jenner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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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Debbie 今天就是来一开，人情人情如做戏啊，走六十年代的，好适合哦。跑到很远很远的嘞，是看什么？讲别的东西，看我跑先。那给你看。人一直讲我们 weak 几点了哇？几点了？昨天正早睡，八点呐、啊。最早睡是这干地这事情是哪 ？Hello， 我眼睛很干，我累了。你知道昨天喝到很多，昨天喝完那酒。喝完了。在哪里？在最最底啊。我们租了这个透明的船，要去拍照。哇，你是 body 长大小弟弟。耶、yeah, ，现在轮到我拍照哟。Anthony 哥哥帮我拉船，他们突然间在这边做 part time， 啊，很晕啊！我们现在去海的中间拍照。耶、yeah, ，
我们千辛万苦，我们拍完我们的这个船的照片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。来看看这些人还没有拍够，这个是在这边生活很久的这个 Inject Ali， 这是他的双胞胎弟弟。Hello， 我还没病，阿里病，喝太多酒了，这个是。我们昨天哦，没有看到那个韩龟，然后这边呢 ，Red Down Bay 的老板实在太好了， yeah. 他现在要带我们去一个岛、oh. 啊，一个 private 的岛，听讲说只是中间有一个，对，我帮你遮沙子，我帮你遮，白色的沙子。海龟是下午四点吧，哦、oh. ，现在十二点，就是这个时间去是还是说这边就是一个出名的地方，叫做白色沙滩，它是一个可能是马来西亚排名第二还是第三，很少国家会有的。哇，而且老板亲自带我们去哟、哦，然后哦，我们本来 miss 掉看海龟，我们其实觉得蛮可惜的，可是老板讲说等一下四点带我们去看海龟，而且他讲说那个海龟哦不会动哦，就会在那边哦，应该是假的吧？嗯，这边没有搞有反应，哇！海龟耶！好了，我们现在出海啦，拜拜。过后我再跟那个 Anthony 拿那个 footage 放给你们看。多鱼啊，你看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昨天我们除了看海龟之外啦，我们还有去 scuba diving。我们潜水时候有做演习啦，有很多那种动作啊，就是在潜水时候要知道，因为我们不能讲话，就有这样啊，还有这样啊，收收那个，然后什么、啊，如果耳朵不能就这样啊。然后我们有在下面拍照啦，当然那个时候我是跟妹后一起，我不懂是我影响到，因为我一开始练习呼吸的时候呼吸不到啊，然后过海又在那边很怕，我不懂是我影响到。是，本来我跟 skipper 讲说，如果我们不能，我们就不要玩了，因为我真的很怕，我要玩之前我心脏真的跳很快，因为我有不好的回忆嘛，我讲说我不要玩可以吗？不要玩可以吗？然后他们讲。Weak， 然后我讲、哦、OK 啦，就下去玩一下。他们一讲 weak 啊，我们就顶不住了。真的，真的。然后过后呢，我们就下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中途也是有一度想放弃的，因为真的耳朵很痛啊，又不会用口呼吸啊。然后下去的时候，其实你很混乱的。然后直到我们看到 camera， 我们就说吧 OK 啦。我跟你讲，我近距离啊看尼莫，尼莫就在前面而已，很漂亮哎、欸。下去感觉真的不一样啊，就跟上面看到的东西。真的，我会慎重这样考虑，看要不要考一个潜水牌啦。我觉得真的很好玩，因为我们是昨天潜大概五米左右罢了嘛。So， 改天你还会再玩吗？我要考。我要考 ，OK OK， 我们一起考。好，来讲一下昨天你潜水 OK 吗？哇，昨天我潜水啊，前面我真的很 panic 到我自己，我不能怎么呼吸啊。最记得是有一轮是我下到去，我就不能了，我全部手势出来，因为这个是不能嘛，这是没问题嘛。我直接跟我那个教练讲，我一上去说真的很紧张，可是慢慢去习惯是。是，因为 Kelvin 是跟 Anthony 一组的，所以我看到他们很 enjoy。Anthony 很 steady 啊，一开始就是，因为我在那边。在那边竟然在跟我讲，我不在玩渣。然后说吧 ，OK 吗？好玩吗 ？OK， 好玩。是不是？很好玩的，我有。啊 ，OK， 会考吗？一起考哦，喂。我们讲完了，一起考。哎，意外我们。可以啊，我们。OK， 我们一起再来。好 ，OK， 我是跟 Debbie 一组的，你们昨天怎样？最该怕的。是，刚开始你们也是会怕嘛？怕的吗？因为一个教练带两个人嘛，对不对？我下去的时候，然后我一直呼吸不到，然后跪下来，跟我就。是，其实蛮紧张的，你懂吗？紧张，所以不是我一个人紧张而已。因为你怕你不懂去到哪里，是，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，你到底可不可以呼吸？是，虽然你是懂，你带住氧气筒啊，可是其实带住氧气筒呼吸哦，不是那么的。哎，喉咙很干的嘞。是啦，可是我还好啦，因为我还有个喉水啊。因为我之前听他们讲，有一些人没有啊，所以他们就没有喉水啊，呼吸到就是很干的。可是我觉得很好玩呢。是真的很好玩。真的。Bucket list unlock。是，我觉得。我们一起预买八个人一起在考那个，而且我们去潜水的时候，其实他一开始是不敢转头的，因为我有点晕，是，然后左看右看都不敢，嗯，然后我们去到差不多中间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 Kevin 跟 Alan 那一组，我就叫他看，打的时候他是在第一次转头就这样，
海龟。Ready the good challenge 啊！哦，我饱满哈，我下次要考试哎！你看他们好像已经站在一起等我访问了哎！是是是，你们昨天两个人一组的吗？感觉如何？我看到你们很 steady 蹦 BB 嘞。第一个下去，第一个去就演，第一个回来。Alan 在 briefing 的时候哦。吐，因为喝了 black coffee， 然后弄到心脏加快。OK 了喂？我 OK 了。见面的时候有点紧张，然后呼吸困难。你们很快耶，史上最快的男人耶。过来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OK， 拜拜。还有本来我们昨天哦，因为很晚了嘛，差不多六七点了，以为没有机会可以看海龟，因为那个船还没有回来嘛，老板就带我们不到去看海龟，过后还在讲一船回来了可以去看海龟，我进去你看海龟耶，然后我其实蛮怕啦，虽然那个海龟是蛮驯良的，可是你知道这种就是野生的动物啦，海洋动物他们就不懂了嘛，所以他就可能觉得有人类要攻击他们的时候，可能他会不小心咬你还是怎样啊，然后他们讲说如果那个海龟啦游过你旁边的话，你只要用手指轻轻一推，推开它就可以了。可是我看到那个海龟在我下面的时候啊，我极怕我踩到它。最后要谢谢他们，谢谢你们带我们出海，陪我们过了美好的一天。昨天想要 diving， 真的真的要玩水啊！我觉得热当杯不错，因为热当杯蛮节目蛮多的，你看。然后晚上哦，还可以在酒吧听歌喝酒。还有谢谢两位帅哥，还有 Eugene， 谢谢你。Eugene 昨天是我的潜水教练哎。本来我想放弃啊，讲不要放弃，你可以的。然后我才可以近距离看到这样多的鱼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在找你。有点被摆上台的感觉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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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谢谢你，谢谢。我们影片到此结束啦，希望下。